毛茸茸，就像这样的、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，是咋整的？有个万能的画毛茸茸的发环，发环，哎，放起来，来，先随便找个笔刷画个底色，再给个暗部，再给一个做个黑白飞，然后重点点涂抹小手，随便选个刺拉的笔刷，顺着这个边缘开始涂抹，往外拉出这种毛流感，拉拉拉拉拉拉，记住不要朝一个方向，得有点变化，可以左一哈右一哈，注意边缘衔接处，可以前后拉，然后毛茸茸的感觉就有了。用这种涂抹的方式，不同的笔刷可以做出不同的毛茸感觉，细腻一点的笔刷可以做出这种溜光水滑的，粗糙一点的可以做出这种刺刺拉拉的，再糙一点的可以做出这种摇粒绒的感觉来，真真的是万能方法，快去试，我要加班补画，nice。